关于博肖那些悄咪咪的小细节。四，以前的一博听到这三个字，好多那个朋友亲戚啊，或者认识我们的人啊，都这么说啊，前夫没有男朋友啊，前夫没有女朋友。他的一博听到这三个字，这个男的应该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不需要女朋友，他有男朋友，他根本不需要女朋友。感觉最浓，这种状态和关系便可以定义为爱情。我现在就被这种本意还深深影响着。我希望你能。同样的三个字，为什么反差那么大？可能也会跟他吵。一博，你属于就是那种会吵架的人，对？那怎么吵？怎么吵呢？就是硬吵啊！你绕了一圈，那个女人就说你会跟他吵，你这么幽默怎么办？有病！等一下，跟女主说的什么？然后突然你声音飙到六匹，有了病了你。嗯，有了，关于腰围那些事。所以我们才看到戏里头两个腰才那么细，对不对？啊，您的重点放的有点。一般都是看脸，您看腰啊。哎，